一场暴雨之后，森林洼地积水里正在上演精彩的一幕。交配季节是一场场对爱情的追逐，爱情是甜蜜的，有时也是残酷的。这只雌性蟾蜍因为求爱对象较多，溺水死亡了。作为两栖类动物，长时间在水里也会有风险。中华蟾蜍是亚洲特有种，分布范围较广，生活的海拔高度上限为1500米。眼前的这一幕却发生在梵净山海拔2212米的地方。是怎样的环境让中华蟾蜍超越了生存的高度极限，出现在这里呢？九龙池是梵净山新金顶和凤凰山之间的一处断线盆地，两侧山峰阻挡了寒冷气流的流入，常年被云雾笼罩，密集的雨水逐渐聚积，形成了罕见的亚高山沼泽湿地，是梵净山最适合野生动植物栖息的区域之一。金发藓也称大金发藓，它是苔藓王国中的巨人，体高可达20多厘米，很像小松树苗。在九龙池，金发藓是优势物种，它们密集生长，犹如厚厚的地毯一样，几乎铺满了整个九龙池。这种特殊的自然现象表明，九龙池是正在退化中的亚高山湿地，这里的植被类型也正在从湿地植被向旱生植被演化。相关的动物因此跟着发生变化。阔鱼是一种软体动物，俗称鼻涕虫，喜欢温润阴湿的环境。它们外表看起来像没壳的蜗牛，行动十分缓慢，爱吃苔藓。丰富的食物来源让中华蟾蜍突破生存的极限高度，在九龙池安家落户。圆毛头腹蛇也叫烙铁头，是中国十大毒蛇之一，在九龙池出现是因为蟾蜍和蛙类是它的捕食对象。金发藓、阔鱼、中华蟾蜍、圆毛头腹蛇，它们只是九龙池复杂生态环境里的生物链之一。它们什么时候出现，什么时候消失，都遵循着自然进化的规律。在九龙池漫长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，它们的存在只是短短的一瞬间。作为九龙池的见证者，他们参与着、记录着梵净山地质、气候和植被的历史演替过程，也昭示着梵净山的未来。